星梁明巧，拥有甜美外形，她于2019年参加香港小姐选拔而进入演艺圈发展，近期更凭借流利口条收获不小的人气。热爱健身的她日前透露，在健身房时发生了一件很诡异的事情。梁明巧透过社群发文表示，当天自己独自一人前往酒店的健身房运动，期间对着镜子拍了照片。随后她打开修图 APP 想要编辑照片时，软体却跳出通知，写道不支援多人功能，疑似是软体侦测到照片中还有别人。她看到通知的当下，瞬间吓得手抖，心跳加速，因为当天健身房里确实只有她一个人。与梁明巧的行程安排还需要在该酒店多住一晚，让她紧张到整晚无法入睡，引来不少网友惊呼千万不要对镜自拍，免得不小心惹到好兄弟，真的是很可怕。Bye.